一拜，开始的更好，一拜走。好了，辛苦辛苦。其实我觉得他洗个胃是特别辛苦，穿一个特别高的高跟鞋，还没有打太烂的洗胃。对，一个人都没有被淘汰吗？在这个一个人都没有被淘汰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总共有四轮，接下来的下一轮是什么呢？以前小时候大家都玩过一个游戏，弯腰过一个，比如说绳子，比如说杆子，比谁能过的距离。比篮球场工作人员来。稍等稍等，来，各位把绳子拿上来。咱们来考验一下各位，看大家。来，那个怎么样？刚开始先简单一点，先让你升级来啊。同意吗？啊，同意。你又是有什么要求？我其实因为刚不太好。咱们先来一个简单一点的，好吗？这个高度可以吗？太高了，球太高了。我球在超七八五六。那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好吧？好的。高一点，这个高度，啊，你不过就是男教练这个中等年龄应该也得过了吧？刚才我们那个要比我稍微再往下放一点，放一点，来，再让我们的这个突破上极限高度的时候，咱们赶紧升起来，因为我们还得选人呢，来。